Phantom 4 Pro 在智能跟随的板块里新增了平行跟随与锁定跟随。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实际表现吧。在 P 模式下进入操作，点击智能飞行选项中的智能跟随图标，点击拍摄目标，屏幕出现绿色锁定框，点击确认，飞行器便会与目标保持一定距离跟随飞行。滑动屏幕上的滑块图标，即可实现飞机对目标进行环绕拍摄。点击平行跟随后，飞行器便会与目标保持一定距离平行拍摄。点击锁定，飞行器始终将机头朝向目标，此时拨杆调整飞行方向，目标会始终处于画面之中。 Phantom 4 Pro 新增的后方双目立体视觉感知系统与前视避障同样有效，使飞行器在普通跟随模式下能提前感知障碍物进行避障绕行，让智能跟随也变得更加安全放心。 Phantom 4 Pro 与你随心而动。